点上的其实大小是一样的，上面看一下证书扣多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怎么看，又没东西给我连，我直接还给他了，还给你了，不是我拿给魏铁了呀，不然你这个估算怎么算呢？对呀，我就怎么算呀？而且这怎么打到这张纸上，我也是有点尴尬，这不是你想的。叫他自己想办法，你做法。